今天我们来介绍火腿蒸鲈鱼的做法。想偷懒的时候来个快捷蒸菜，方便省事，鲈鱼鲜美，加入火腿蒸，去腥增香，好吃又营养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将鲈鱼清洗干净，腹部保留1厘米左右，不要切断。火腿切片，生姜切片。将处理好的鲈鱼放在盘中，撒上适量黄酒、姜片，腌制10分钟。姜片铺底，鲈鱼呈花状摆好，火腿片加入缝隙中，锅中水开蒸12分钟，出锅撒上葱花即可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